我们来看一下北一女这一题哈，对，那这一题的话呢，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余事定理，好，想要问余事为何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是先把这个除法的关系先写成乘法，好，所以就是被除式等于除式，好，对，除式乘上商，那商的话呢，我们不知道没关系，我们就设成 QX 啊，然后再加上这个余事。所以余事的话，这里是二，商是二，除事是二次的，所以余事哈要比它低，所以我们就假设 AS 加 B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想要利用这两个资讯啊，题目说怎样除 A 加一的余事是一啊，那这个就是说代负一哈会得到一，所以我们就得到负一带进来，好，这里就是零，那就变成负 A 加 B，好，那就会等于一。那这个的话，就是说带二的时候，哦，带二的时候会是那个19，所以变成2a 加 b 会等于19。那这两个我们再去解联立，哦，这两式相减就会得到3a 等于18，所以 a 就会等于6，那 b 就会等于那个7，哦，b 等于7，哦，所以这题的余式呢就是 6x 加7，好，所以就是这边就是一个反正设计出来给这种用的，就是说哈，你要强迫你去用这个余事定理哈，a 加一的余事是一，就是带负一是一哈，那这个是负二十二，那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算两个的余事啊，有个别余事可以算两个的余事。